的小屋。吃水果喽！哇，好棒哦！吃水果，吃水果！哇，好丰盛哦！有香蕉、橘子、葡萄、番茄、苹果，还有奇异果耶！对呀，亮亮，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水果呢？我想吃一颗橘子。好，一颗橘子给亮亮，来。那还要吃什么吗？我没有很饿，吃一颗橘子就好了。谢谢海苔哥哥。不客气。那默默，你有没有想要吃的水果呢？我也要吃一颗橘子。好，一颗橘子也给默默。来。哦，我还想要吃一颗苹果。哦，还要一颗苹果。好。还要吃什么吗？还想吃奇异果。哦，奇异果也给默默。还要吃什么吗？等一下我再吃其他的。哇，可是默默，这么多的水果你吃得完吗？我当然吃得完啦、你看我的肚子扁扁的耶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开动吧。海苔哥哥吃得好饱哦，默默亮亮，你们有没有吃饱啊？有，我吃饱了。那默默，你有没有吃饱？哇，我吃饱了，不，我吃太饱了。我现在是一个肚子大大的毛毛虫。大毛毛虫，哎，等一下啦，默默，你看你桌上的水果，怎么都咬一口啊？我已经吃不下了，默默，你拿了一大堆，却都只咬一口，这样很浪费食物哎。对呀、下次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，才不会造成浪费。吃多少拿多少，可是我刚刚就觉得我可以全部把它吃光光嘛。哦。那这样的话，下一次你可以饿的时候先吃一颗苹果或是一颗橘子，如果吃完还饿的话，再选其他的苹果吃啊。像亮亮就做得很棒。因为我的肚子没有很饿啊，所以我只拿一颗橘子，吃多少拿多少。那海苔哥哥，这些水果该怎么办呢？只好让默默留到晚餐的时候继续吃喽。啊！可是我晚餐想吃炒面呢。默默，吃多少拿多少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水果吃完，不可以吃其他东西哦。好吧，吃多少拿多少，下次我知道了。加油加油，再多吃几口就吃完了。